各位乘客，欢迎乘搭升天航空的客机。升天航空一直以安全至上，我们绝对不会超载及用暴力对待乘客，敬请留意以下的安全示范。请将手提电话调校至静音模式，直至航机降落。机舱内设有紧急逃生路线，并且有标志显示逃生出口。我们即将起飞，如有任何疑问，请向机舱服务员查询。